你是怎么又当学霸又能完成自己的爱好的呀？不是都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吗？办薛之谦这个组合的时候，也有好多人批评我，一会儿说我们不务正业，一会儿又说我们歌唱的烂，模特的差。但是后来想通了，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每个人都写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。完了，故事都是这么开始的呀，学妹碰见学长轰轰烈烈，然后山盟海誓，最后各奔东西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些我都知道。我该学习的时候就要学习，我该考试时就好好复习，这些我都知道。青春期来得忒猛了，25分，我记得前几天四还40-50分呢。他这一次比一次难了，我这不得与时俱进吗？打死你！打死我！我把你像在那儿了，有种你就冲着他面打我！你想出去读书？咱家哪有那个钱啊？我真的想尽一切办法，都得把亲戚送出去。这老金啊，他愿意配合就好好配合，不愿意配合爱干什么干什么去。那破国有什么好处的呀？为了这事儿，他俩都闹翻天了。我们容易被心事烦恼，这就是一个误会。从今天起，咱们绝交。也许我们有些不安，也许我们有些狂躁，但是对我好的事情不一定就适合我呀。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分数机器。你们不会发现我们内心的渴望，因为青春只有一次，必须疯狂。在这其中，我发现我似乎真的成长了许多，我重新认识了自己。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花开成了云，云也开成了花的模样。花的故乡是土壤深处的土壤，云的老家是远方医院的远方。